从进入职场以来，我从来不认为我会输给任何人。状况果然还是没排除，你们到底谁可以去一趟？林总，这次换我去。48个钟头哎，连续宕机了3次。没关系，那我来检查看看。动了，动了，你早就该来了，太感谢你了。好，宜家很优秀，恭喜你，总经理。我做到了，那么你呢？